Hello， 我是 Shiriber 鲁洛洛，目前在社群上已经活动4年多啦，真的是岁月如梭。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首届的金V奖，并且入围了最佳女V奖，真的感谢评审们的肯定，也很高兴可以看到台湾 VTuber 有一个新的盛典活动，祝福未来几届的金V奖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哦。这次入围和机会也提供了洛洛一个非常大的向上能量，因为洛洛真的非常热爱自己身为 VTuber 的一员，以及我所做的内容和工作。在这边也真的很谢谢4年来所有乳肉帮们的一路支持和鼓励，也很感谢我的团队成员们能够和我一起实现脑海中看似天马行空的挑战。未来洛洛也会继续莫忘初衷，持续耕耘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爱你们，哇！也希望这次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个好成绩，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哦，谢谢。